想死你了，奶奶想死你了。哎呀，看看，真棒，奶奶气色也特好。妈，哎，咱们家人多地方小，你睡天行房间吧。天行这几天睡沙发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么大个男孩子睡客厅沙发像什么样子？奶奶，我没事。不行，我就跟灯啊住一个屋就行了。啊，不行啊，把行李推进去，快！哎呦，我那床那么小，我来帮忙吧。我起不来呀，我来帮忙吧。大姑娘，什么事儿啊？从此没有好日子了，救命啊！来点什么吃的？活光，浪费呢，还不如换个糖吃呢。哎呦，现在嫌弃人家了？刚才看着还不心花怒放吗？买都买的，就搁这放着吧。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没事，刚刚忙前忙后，可能累的。进屋歇着吧，我和天行来做饭。好。妈，喝点水。谢谢儿子。你说我就这么大点小床，你非要来跟我挤。哎呀呀，你现在嫌弃我了？小时候不是抱了个枕头，一天到晚要跟我睡。小时候，哎，说起来我也命苦，在游轮上荡了好几个月，好不容易下船了。你这，哎呦，我的娘啊，这是人住的吗？啊？天哪，这狗窝呀！乱七八糟。哎呦，还有零食。你属鼠的，这是鼠窝吧？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？真是的，你哪那么多事儿啊你？那再说了，哎，现在让你回那个小屋里面一个人住去，你住得下吗？我凭什么要回去啊？哼，就是你那个大嫂不上路。还让我孙子腾地儿，他自己住那么大的屋，他为什么不腾地儿给我住啊？你让他们住哪儿去？早对你挺好的了，少说两句。屁！哎，卫生间在哪儿呢？外边。啊？还得出门？哎呦，呵呵，真行啊！事儿妈，你说什么？你才事儿呢你！你们这爷俩在干什么呢？给你熬碗粥，养养胃，再给你炒俩菜，让你败败火。什么时候你们学会做饭了？哎，你老婆张幸福呢？累了一天了，我让她躺一会儿啊。哎，强子，我把话可撂在这儿了啊，从你爸爸那一代。我们马家的男人就不信进厨房的，他什么东西啊？他是啊，婆婆来了也不打个照面，吵架还帮着外人，做媳妇就这么做法的。哎呀，行，妈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？啊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歇会儿。再累，有你那个节目主持人累吗？你看看，哎，孙子都出来搭把手，啊，他好意思在家里躺着吗？叫他做顿饭。有那么困难吗？奶奶，就别叫我妈来做了，觉得特难吃。奶奶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妈什么做菜水平您又不是不知道。您大老远的跑过来，总不能让她糟蹋您的舌头吧？正好我前几天在电视上学了几道菜，一会儿给您露一手，让奶奶尝尝我的手艺，如何？还是我的宝贝孙子会说话。哎，好了，奶奶，您先回房休息，一会儿啊，我们做好了，很快的。啊，千万别把我妈叫过来，一会儿又给我们指手画脚的了。就等着吃好吃的吧。那我就等着吃我宝贝孙子做的好吃的东西啊。好嘞，奶奶。哎，好。切。你这么嫉妒你妈？爸，真不是我说你，
活该婆媳关系处理不好。没听说过吗？当着婆婆数落媳妇儿的时候，你越解释，这婆婆火越大，婆媳关系越处理不好，就该帮着婆婆骂媳妇儿，啊，有道理的。知道您生病了，过来看看您。哼，以前都没看你这么殷勤，这会儿来的挺勤快啊。哎呀妈，人家大老远的来看你，你少说两句。哎，阿姨，给你带了点东西啊。这海参口服液是给你那个增加免疫力的啊，那个猕猴桃呢是给你增加抵抗力的，然后还有这个葡萄粉，可以预防老年痴呆。你才老人痴呆呢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这是预防。哎，等会儿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怎么个意思啊？给我的？啊，是阿姨，就看着这个喜庆嘛，就买来给你玩玩。我倒没看出来有多喜庆。亲爱的，我爱你。这怎么个意思啊？这要死了，这是你是拿我老太太开亲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没事录这种音干什么？是给我难看还是怎么样的呢？他故意，他为了哄你开心，他哄我开心，录这种话，你别生气，要死了。亲爱的，你是我来过的小宝贝。这明明就是他的声音，你还说不是他，要死了你！哎呀，哎呀，不是，就是他录的音。吃饭了。哎，阿姨吃饭了，我吃饭了啊，我先出去吃饭了。哎呀，吃饭好，吃饭。就出来。死你！死去！走，吃饭去啊！咱不气着了啊！媳妇儿啊，哎，别动！这饭是他们爷俩做的，咱们就负责收拾、刷碗盘，好吧？妈，你别动了，我来收拾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嫂子，这里玩垃圾袋呢。哎呀，不是第二个抽屉吗？哟，你倒挺熟的啊！经常来，吃蹭饭呢。不是，妈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来这儿也蹭饭的呀。你怎么蹭饭呢？你应该的。怎么，是有人给你脸色看吗？啊，我来干吧。哎，我说媳妇儿啊，我这一双儿女从小就是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厨房的事儿呢，从来都不插手的。尤其是丹娜，她还没嫁出去呢，要是把手操得跟老妈子似的，将来嫁不出去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你说是不是？妈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们都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包括马天行，这段日子我都让他们学自己照顾自己。哎，这我就纳闷了，一个有妈，一个有媳妇儿，要什么独立生活？难不成将来你要把他们赶出去独立生活吗？一个男人离开了老婆，他不都跟女人跑了？妈妈妈，您刚出院，需要休息啊。好，来进屋进屋。哎，你等等。哎，妈来。妈妈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妖孽，哪里跑？
去死吧！哈哈。哎，我说，你就别敲了好不好？敲的人心烦死了。这我这工作呢，赚钱好吗？不让你过来住，非要跟我来住，别影响我成果。哎呦，哎，我说，那个张来福真不是个玩意儿。我老太太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吃我老豆腐，害我脸都丢尽了。还有他那个姐姐张幸福，自命清高，还说什么要我们每个人都要独立，好像我把你们每个人都没教好似的。你说他是不是不是个好人？是，不是好人，全不是好人。哎，烦呐。哟，吃药啊？哦，最近睡眠不太好，吃点安神的。那你多注意点身体吧。哎，今天的事儿多亏了你啊。我妈吧，她就这么个人儿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嗨，来都来了，说这干嘛呀？哎，你说今天晚上咱怎么住啊？哎，我不是不可以住沙发，没问题啊。但是我怕妈看见了吧，有点难为你。要不我就睡。行，那我给你多拿几床被褥啊。拿被褥干什么？哟，这地上多凉啊。睡地上。要不然呢？电话，谁啊？姓吴的。挂什么呀？哦，腾地儿。哎，不是幸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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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幸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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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妈。啊。吵架了？没有啊，我们仨怎么吵架呢？夜半三更的不睡觉，这干嘛呢？那个幸福给我倒杯水。对，他吃咸了。啊。哎妈，你怎么也不睡？哦，我也倒杯水。哦，妈，我先给您倒。好。那我们先进去了。哎，睡觉吧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呀，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。那天我俩相见一面没有结果，谁知你又来看我呀，你又来看我。谁说世上没有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我俩开花又结果。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聊会儿天呗。聊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跟那个吴小璐啊已经不来往了，我好久没跟她联系了。哎呦喂，你跟我说这个说得着吗？离都离了，您跟谁打电话谈几分钟，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。不信你看我的那个通话记录，我要是骗你，我就是小狗。马三强，你是想让我给你发个守身如玉奖是吗？哎呀，
不是。哟。严俊吧，那还有谁啊？瞧把你乐的，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吧，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吧，至于吗？我看你真是吃鲜了。咱俩呢，抛开以前的关系，现在就当朋友一样，咱聊聊天吧。你跟这个严俊发展到什么程度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，是没什么关系。我觉得你俩挺神速啊。我俩挺好的。可我要说清楚了，无论我跟他多好，那都是离婚以后的事儿。可你和吴小璐呢，那是在婚姻中，这时间点的不同就是咱俩本质的不同，明白吗？你还跟我谈这个节点呢？要说这个节点，你俩20多年前就有了，那个点儿已经根深到你的骨髓里了，那个点儿已经植入到你的血脉里了，那个点儿。您这个点儿，一点都不在点儿上。哎，这严俊再回来的时候是咱俩一起见的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这20年不见的人跟陌生人有什么两样啊？反正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是在你那儿见到的。你能保证你俩在这之前没有联系吗？行了，你别在这混淆视听了啊！当然了，我不是说你俩一见面就有了情愫，我说的是一个客观事实。倒腾什么呀？一点意思都没有，离婚了。你妈呀！哟，她怎么还听墙根儿啊？哎呀，这老太太又不是头一回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对了，以后咱俩少说这个离婚，别让她听见啊。没以后，聊都别聊，睡觉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钻错地儿了。什么时候他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。快干，我给你整理整理。快赶走爱的寂寞，那天起你对我说。哎呀，几点了？还没起呢。起来了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好啊。我怎么好像听见有人在吵架呢？不是你们吧？没有。就是嘛，来的头一天就吵架，这本应该是不欢迎的。那，怎么会呢？一大早到厨房转了一圈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还有，我那屋
怎么那么冷啊？一清早的就把我给冻醒了，哪像你们这屋啊，暖暖和和的。是啊，老太婆寄人篱下是可怜点儿。哎呀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样，我今天给你买个电暖气。啊，那几月份了还用电暖气？哦，那我给你添床被子。嗯，也只有这样了。哎呦，还挂你窗帘呢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一套被褥啊？啊？那个什么妈，是这样，这不天冷嘛，我放那儿备用，备用，备用的。那怎么还有褥子呢？哦，我们这屋那褥子太薄了，这两天不是下雨吗？这晚上特别冷，您不也冻得睡不着吗？是啊，你们倒挺金贵的啊，老太太就不怕冷吗？妈，被子我马上给你拿，饭。我马上做啊啊！去，嗯，牛奶、鸡蛋、火腿，还是个羊火腿，还有面包，哦，都是羊玩意儿啊，嗯。妈，那你想吃什么？昨天晚上不是有点剩菜吗？就点稀饭吃不挺好？妈，对不起，我把剩菜倒了。倒了，可真浪费啊！剩菜不健康，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高，会致癌的。哦，是吗？嗯。那我吃了一辈子剩菜，我挺健康，也没得癌症。妈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哎，一清早想吃点热乎乎的东西都没有。哎，这个家没法待喽。我给你做。张幸福，您的快递。哦，我是。谢谢。严俊，香水。没有，在这里签字。嗯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幸福，幸福。幸福，吃过饭没？当然吃过了，午休来看看你。约会的时候还是把制服给脱了比较好。是啊，要注意到主人的形象。谢谢送我的礼物。嗯。哇，香水好香啊，真适合你。你怎么想起来送我香水了？就没事嘛。送送礼物。老太太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？没有啊，我和马三强掩饰的还不错。那么久没回家住，照理说应该是不习惯才对吧？啊，挺好的。我有个理论啊，您仔细听一下。这个房子的大小是一样的，这个房间数也是固定的，但人变多的时候，这个房子分配的问题，房间分配跟睡觉……你终于问到重点了，是吗？你是想问我和马三强是不是住在一个房间啊？男人遇到这种事都比较幼稚。演夫妻，哎，当然住在一个房间了。但是。一个床上，一个地上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？我当然信任你，但我不相信人性，尤其我不相信老马。所以你就送我香水对吗？嗯，
我希望你身上有我的味道，这样我才能够把你放在那危险可怕的家。那你闻闻，半瓶都喷上去了，放心啦。我真的觉得我变得很幼稚哎。哎呀，谈恋爱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这边有两张票，是柏林爱乐的演出，里面有很多首曲子是你喜欢的，我们一起去看。我当然想去看了。可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出来看看婆婆的情况吧。我不想一个晚上她见不到我，我用好多好多的小时来解释，真的不行。哎呀，看来我又要孤枕难眠啊，我又要等幸福的电话喽。幸福会来的，幸福任我行，我最想爱谁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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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严俊，爱严俊，爱严俊，爱严俊。这是你的医院哎！哎，王主任，哎，王主任，王主任。哟，马大碗，这不主持界一个吗？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儿？啊，我听说你那个栏目《中国好医生》需要主持人。我想你说那档栏目啊，你还说呢，我找你了，你不是瞧不上吗？不肯来啊？没办法，我只能临时啊找刚毕业的孩子小狼给盯上了。哎，没想到人家那孩子干的是有声有色的。总不成我现在把人给辞了，卸磨杀驴的事儿咱也不能干呀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还听说你另外一个栏目。行啊，你消息挺灵通啊。老马，实话告诉你啊，那栏目呢，我也许了人小狼了，但人家干活有积极性，咱就得重用人家。这样，下次再有新的栏目，我一准优先考虑你，行不行？还有约会呢，我得先走。好了。怎么，王主任那边没戏啊？哎呀，不过最近我们台里好像就他们这儿开了新的节目。哎，你不认识那个严俊吗？要不你找他帮你求求情，王主任特听他的。我大嘴巴子抽死你，你信吗？哎，我这不也是病急乱投医吗？哎，你就不会曲线救国？灵活外交吗？你他奶奶的，丧权辱国的事我能干吗？好家伙，我刚刚从吴小璐给我介绍那儿辞的职，我在求严俊啊，求他帮我介绍工作，我能干这种事儿吗？是是是。哎，你辞职的事儿，嫂子知道吗？没跟他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哎呀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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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呢，再到别的部门看看。哎，你也帮我想想办法。行了，放心吧。哟，我还有个饭局，我先走了啊。妈，我来帮忙。好香啊。这香水我闻过，是不是一生之水限量版？鼻子可尖呐！我前两天刚陪严雪，知道谁送的了。奶奶，谁送的？我胡说的。这一瓶要好几百块钱，还真舍得啊。什么味儿啊？闻着这味儿，我饭都吃不下去。哪有金纺的味儿好？那才是家庭的味道。你再闻这个味儿，一闻就不是正儿八经的家庭主妇味儿。什么叫不正经？我说的香水不正经，我又没说你不正经。有你这么说话的？哎，你上节目不喷吗？那架子上都是什么呀？我那是工作需要，你这是工作需要吗？哎，我说啊。
幸福啊，这个你身为教员啊，这个喷这么多香水对学生合适吗？所谓身教嘛，再说40多岁了，打扮的花里胡哨也不好嘛。妈，我这是听您话，讲究生活品质。哎，这生活品质也要分已婚跟未婚呢。奶奶，你也是单身啊？哎，那当然，我是黄金单身女郎。你妈是已婚。吃了饭去洗洗啊。我喜欢这味道。喷香水是讨丈夫的欢心，丈夫不喜欢，干嘛要喷呢？我也受不了这味儿，我去开窗户透透气。真是又心酸又刺激。嫂子那才叫又心酸又刺激呢。你想啊，她本来呢就不愿意在家里面有那些回忆才离开家的，现在在我妈面前演的那成样子，按你说，她现在跟我哥住在一个房间里面，买了干什么？说到底啊，还是你哥太操蛋，我姐良心太好。我哥已经知道错了，就希望这次我嫂子能稍微对我哥有点改观。哎呀，哎呀，什么破香水！床上干嘛呀？暖和呀。暖和。香水给我。什么香水？放着的香水。哎，张永国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啊，这个严俊就送给你个这个，你就受不了了？这是糊弄小姑娘的，你不觉得太矫情吗？一点都不矫情。因为他懂我。哎呀，真敢开牙，还懂你！哎，我送你房子，我送你车子，我送你儿子，你怎么不说我懂你呢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要什么。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不给。不给。不给。我。哎呀呀！怎么了？哎呀，磕腿了！哎呀呀！哎呀。这么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还疼吗？啊，你一揉就不疼了。不疼了。回地上去。怎么样？一身之水，张老师喜欢吧？还可以。那当然。我的眼光还能有错？嗨，今天晚上你们是不是去看小提琴演出？嗯，你怎么知道？拜托，你可是用我的网上账号购的票。我都忘了。哎，可是不一定能够成行哦。马天喜的奶奶最近脾气很大，如果张老师晚上出去的话，我怕会搞出什么家庭革命。
不如你这个小情人就陪老爸一起去了。谁要跟你一起去看呀？我喜欢的是摇滚，这些高雅艺术还是留给你们这些中年人吧。据我了解的情况，他奶奶今天晚上会出去串门，张老师会有时间。你什么时候改行当间谍？我在他们家一向都有内线的，你忘了？好，老爸，今晚加油！加油！爸，奶奶今天晚上不在家。什么意思？奶奶好像和朋友去看戏，估计得10点多回来。我和小姑呢，也打算自动消失，给你和我妈一个二人世界。这可是你的黄金机会啊，哥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就在今晚，破镜重圆，烟笼重温啊！爸，失而复得，再续前缘，就在今晚，百年好合，涛声依旧啊！今天的你我，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？这一张旧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？客船。有点遗憾吧？有些遗憾不用留。嗯，跟我来。不需要借口，爱断了就放手，我不想听你也没说平静的交错，随便找个理由，决定了就别回头，不爱你的人说什么都没用，分开时难过不能说，谁没谁不能好好过，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，分开时难过不要说，如果被你一笑而过，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。幸福，孩儿的妈，涛声依旧，我心也依旧，我有好多心里话想跟你说说。不难过，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。